启动仪式，我们请就位，请长官就位哈。我们手要不要一起靠上去？好，那个靠不到的话，我们就手连手一起过去哈。来，好，我们准备要我们的启动仪式哦。大江心内苦一坨，七个七宝喝了力，七个七宝宴上之上好，请启动。好，我想啊，对着咱的七个的海鲜菜、海山菜，大家已经非常非常。变到有名声，会到有出名，但是上着啊亲身体验上解名吼。所以呢，咱也有这个蒙下水啊，有七个爱小旅行，啊嘛有这个啊七宝宴的海山节，所以我想来组合做一个完整的咱的七湖海鲜节这个活动。特别咱七个海山节要报名哦，拢是秒杀，不管是吃。这个海山或者是蒙恰水啊，哦，我想这拢是非常。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观光自己人哈，挖文革的体验，我们有四个梯次哈，那目前也都已经哈，活动都已经圆满结束哈。那我们第二系列的活动就是我们纠团游七个的活动哈，那我们总共有六个梯次哈，那很感谢哈我们的民众的热烈的支持哈，我们的名额都额满了哈。那第三系列的活动就是我们今天七股七宝宴的活动哈，在我们今年七月八日上午九点，我们开放的网络线上报名哈，瞬间就秒杀哈，真的很感谢哈我们全国的民众哈，还有我们全国的好朋友哈，对我们这么热烈的支持哈。那我们七宝宴我们所使用的食材都是我们七股的食，在第七股的七宝哈，就是有石目鱼、乌鱼、吴钩鱼，好，还有石斑、白虾，还有文蛤，还有牡蛎哈，都是一线捞的海产。那我们也是以最简单的料理方式哈，来呈现我们七股海鲜的美味哈。那我们借着各项系列的活动来行销我们台南，也让我们全国的好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台南七股啊，吃海产、游戏湖，还有被洋刷，好，来走访我们七股好魅力的景点，好，来体验我们渔夫的。